哎呦我天哪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这玻璃盖子给我卡的肯定是秃了皮了，这门槛那也太高了，你给我等着，一会儿我就给你锯了。哎 呀我说谁呀、啊、怎么是你呀、啊、你怎么来了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打电话让我来的。谁打电话让你来的呀？公司啊。你就是新来的园丁啊？对呀、啊、速度要快，面带笑容吗？花儿奶奶，我收拾收拾他来。行了，你别捣乱了。你一个伐木的，你说你修啥花啊？贴根修啊？我管那事儿呢？公司让我伐谁，我伐谁。你靠点边啊，别哪棵树倒了把你给砸了。你靠边。行了，你赶紧带着工具回去吧。你老让我走啥呀？我不把活干好的话，不给你和咱们公司丢脸呗。咱们？你啥时候成我们公司的了？你不总不回家吗？我上你公司就找你去了。正巧赶上你们公司缺人，就相中我了。完，他们问我，你以前是干啥的、啊？我说我呀，在园林工作。他说你具体是干啥的、啊？我说你给我锯呢，我什么都能干。就真的就把我录用了。他们说你得填个表，必须填单身，这活才好找。我这一打听，你行了啊，你填的是丧偶。哎呀，那对不起了，我必须改嫁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咱俩事儿回头再说，你赶快回去。不是，回去吧。咱俩现在是同事，请不要打扰我工作，好不好？